这样子我们颜料会比较多一点，用个比较鲜艳的颜色来试试看。哇，你看这颜色，这样就会多了。绿色，哎，这出水啊！哇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爆了。欢迎收听，我们今天要来做的是迷你七色，而且是用油性笔就可以做出来的。有观众留言说想要看，所以我们就来试试 看。然后我们后来发现说，其实也不一定要买七色的专用器，油性笔就可以试试看。然后我们今天就要用这个迷你的圆形的小便条，自己做扇子。这是搅拌咖啡的那种棒。然后我们等一下把它粘上去。这个笔都是在白居买的。因为我们有看到有人秀只是这样做的，所以我们想要试试看是不是真的可以，就是油性笔。顺便提醒大家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一类手作类型的影片的话，欢迎大家按下订阅、小闹钟的通知，大家全部通知，不会错每次影片更新的。是每天晚上七点都有影片，周一直播，周四秀。那我们来制作了，可以做这样，这可以吗？你看一下，这样应该可以，但是你不要等它散太快了。哦，可以耶，然后放在旁边等它干，像这样子的。好像要搅一下，让那个颜色比较像大理石。稍微搅一下。哦，漂亮哎，另外一面漂亮，你看，哦，这面漂亮，这一面好看。用一张纸把它都吸走。哎，等一下，很漂亮，意想不到。又做了一张，又做了一张。我觉得我们等那个全部做好了，干了之后再来粘扇子。为什么都是背面比较好看？我觉得它应该是前面有那个膜还是什么的，那我们就以背面为主啊。哇，它不是还有那种啊立字型的下去吗？还有些人是用转的嘛，你可以试试看的。换一下水，水有点脏。都出不来颜色。出不来，不然就是把它的后面打开啊，把那个笔拿出来。你有吗？有了。用立字型的试试看哦，有哎，你看有那个立字型的感觉出来了，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深一点。我们换这个杯子试试看，因为它就是口比较窄，这样比较像七扇，它不是都放在水桶里面玩？太浅了，颜料不够多。都没有颜色。那可以拆开来吗？一根已经没颜色了。我们现在改成用玻璃笔的颜料，因为玻璃笔也是油性的，所有的油性颜料都可以，笔的寿命很短。哦，很漂亮哎，我觉得这个会比那个笔还要成功。我觉得立字型看看，哎，不会哦，哎，它会掉色哦，所以不行吗？可是我刚刚看到有成功哎，我也看到，就是一用完要赶快拿起来。刚刚我看到成功哎，然后颜色可以再多一点，下去马上要上，颜色要深一点，好，这样子，然后赶快。哎，我觉得好像不行哎，还是那个笔的比较好看哎。我们的玻璃笔的颜料应该不是油性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再来换回笔试试看。我们已经把这些笔都扒了。我们想说用里面的芯应该颜色比较够，但是大家也不一定要去拆笔啦。我们因为要示范给大家看，这样子我们颜料会比较多一点。用个比较鲜艳的颜色来试试看。哇，你看这颜色，这样就会多了。绿色，哎，这出水啊！哇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爆了！我是这样直接挤那个汁出来的，你看，哇，这样颜色就很多了，但是一次就要换水，这应该适合橘色的。我想要用旋转的，啊，哦，这个漂亮，这个反面比较美。好乐配啊，中间那个好看，用那个搅开一点，拿起来。哦，背面比较好看，我觉得正面好看，再来一个。要换水？不用。哇，有那个什么炸开的感觉，有点像冰雪奇缘。哎，有炸开的感觉，这个会很好看。哦，是这样子的感觉。等一下把成功的干掉之后再来写字。哇哦，这也好看。
哇，哎，这面很漂亮哎，哇，这有点太绿了。哦，它是反而绿色没那么多，橘色反而比较多呢。哇，这样子的。哦，这样子好看哎，不一定要脚，我觉得那么好看。哦，这个颜色我们还没用过呢，就用两个颜色就好了。我觉得它特别漂亮，我直接这样子。哦，不错呢，就淡淡的，反面就没有印。这个颜色我觉得可以再做一次。哇哦，颜色整个炸开了！哦，灰色不见了。哦，这很漂亮。这是我们最后选到的几张，我们下来写迪士尼名言，然后写好最后再做成扇子。你要画 Olaf。你要写 Do you want to be a snowman 吗？还是写这个？哦，也可以。好 ，Olaf 完成。嗯哼，好看。这个像阿拉丁，这里有一个魔毯，有两个人，然后这里有一个人，这里有一个人。好，那你就画阿拉丁。这个像迪士尼城堡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绿色来写个彼得潘的？这个可以啊，很像精灵粉的感觉。这样子，我的好无聊，都只有写字，我不知道画什么。画一个彼得潘在飞。OK， 好了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弄不弄我写成 cam 了？我就说我写错。没关系啦，把那个用白色碳金笔涂掉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要画哪里？我不知道要画什么。副厂的剪影最好。这样子。然后这我不知道要画什么，画那个花。对啊，玫瑰花，美女野兽。哦，要画这个，因为这个比较明显，比较知道是什么东西。你看这样子很明显吧？你可以再画一个玫瑰花，这样可以吧？哎，你比较会设计。都有 dream 应该是，还是有精人们。We got the dream, we got the dream。如果是有精人讲的话，你就要画那个小老头。这样子可以吧？因为太阳花失败了。短一点的很可爱。噼啪啪。我们做好了，都粘好了。这个是美女与野兽的，可爱吗？超级可爱，我觉得小小的很可爱。这些是我做的，你看我做了六个，可是你的比较彩色，我觉得。这个是我的，你喜欢哪一个？我喜欢迪士尼的，然后这两个的话，我喜欢这个，那个头发有融入，很可爱。这就是今天做的全部。那你最喜欢哪一个？
选不出来。都很好看吗？我觉得做小的很可爱。迷你扇，我们最后才做成扇子，是因为它这个后面有这一根的话，我们不好做画跟写字，所以我们才是决定最后再粘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背后不好看的话，就是再粘一片下去，就会好看，就很好看。这样子也可以，我觉得这样子很好看。可可爱爱，然后也不一定要写英文，你也可以写中文，看你想写什么都可以。这个字都是很随意的，想写什么就写什么。颜色染得很好看，只要油性笔就可以染了，根本不用去买那个漆扇的材料，自己在家里手边的油性笔，然后这种圆圆的。可是油性笔如果它没有水的话，就是要比较新一点的会比较好。弄在水里面一阵子，它会没水。不建议的话，把芯打开，像我们那样打开来挤的话，会比较漂亮，颜色会比较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类型影片的话，欢迎大家按下订阅，小铃铛通知。对，按下全部通知，不会错过我们的影片更新。我们是每天晚上七点都有影片，周一直播，周四休息。对，大家喜欢这类型的手作的话，也欢迎帮我们按个赞，让我们知道你们喜欢这类型影片哦。那我们就明天晚上七点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这是我们自己做的漆扇，就是我们做的跟人家比较不一样，然后我们上面有做一些画画的感觉。然后做迪士尼名言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哦。我们最近迪士尼中毒了。对对对。